无人区是指不适宜人类居住甚至生存的地区，百年来都是探险家的乐园。本国北极圈的八分岛是全国第一大岛，全世界第五大岛，全岛只有10000多居民，山峦起伏，新建公路被视为不切实际。徒步穿越这段无人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耐力？家国纵横星期三东岸时间晚上8点，西岸时间黄昏5点为你探讨。